21岁沈月是香港女星邱淑贞的女儿，她遗传到妈妈的高颜值基因，也跟随妈妈的脚步进入演艺圈发展，是备受瞩目的新二代。平时活跃于社群平台，她经常会和粉丝分享近况。最近她前往意大利出席时尚品牌举办的活动，并晒出多张在活动现场拍摄的照片，每一张照片都美出新高度。只见她放下一头中分长直发，身穿一套印花礼服，特别是这件礼服腰部的紧身剪裁，更加凸显出她纤细的蚂蚁腰。另外引起网友讨论的是，她还晒出一张和日本女星木村光希的合照，只见木村光希也留着中分长直发，身穿全黑色系的服装造型，两人拍照时都露出迷人的甜美笑容，两大星二代同框的画面真的是太美啦。